王力宏日前受邀出席第十届美国亚洲文娱产业峰会，获颁文娱创变者大奖，带着爸妈、哥哥、弟弟及妻小一同出席。王力宏感性喊话，要好好疼惜家人，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，要在这个行业发展会很辛苦。还说要对陌生人好一点，广结善缘，就会得到世界的善待。二哥这番话正能量爆棚，但大家似乎只在意他们一家的高颜值。一张三兄弟的合照被网友大赞，这家子真的太帅了。之害有没有缺女友的？力宏此次参加亚洲文娱产业峰会，成为华人代表之一。同样是艺人的，还有韩国的 Rain。而他出道至今一直有新创举，四次接受 CNN 专访，六次被邀请参加太阳谷峰会。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新的突破，让大家都非常期待？纯娱乐真的被帅到，这里报道。